很美丽，可他们也喜欢做善事哦。欢迎六位来宾，哈，你们好。做媒不算是做善事，完全是敷衍观众的一个 opening。 做媒人是不是心里都怀抱说我在做善事的想法？对啊，有的时候反而是做坏事。那当然啊，可是他们一定，因为他们也不贪图那个酬劳，所以一定就是想要做善事嘛。也对啦，所以认为撮合成一对佳偶就是加分的事情。当然当然，尤其在我们整个运势当中，如果撮合一对，我觉得绝对是。但是如果没有撮合的话，就是真的是坏事一件。如果撮合了然后离婚呢？哦，坏事哦，也算坏事，算。 可是撮合了，生了小孩才离婚呢，这更坏。这压力很大，给世界上带来新的人口不算是我们说。现在人口不是已经过多吗 ？OK， 好，那个一开始他们这几位说他们做过媒人哈，那我们先来观察媒人的小腿。啊！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不是，你不要乱做节目好不好？因为妹妹们都穿这样，不是。 不用镜头扫一下小腿不好。穿的也是没有美眉啊，没有美眉，谁是美眉了？小八是美眉，我是美眉。然后小珍也是美眉吧？小珍，现在是美眉小珍啊！生个小孩的人什么美眉？小珍年龄上是美眉啦，对。不过因为今天有一个人鱼目混珠，一定要拆穿他，就是沈玉琳一上来只做孽，怎么可能做美人？ 今天要讲的事情，分明就是故意要宣传他以前做节目的丰功伟业。没有，我是真正做过很多媒，脚本上面写的哦，都还是能讲的哦。真正劲爆，私底下还撮合过不能讲的，真正劲爆的都是没有写在脚本上。等下你说是不能讲的，是说那个人是有妇之夫这种之类的。沈制作，你是说家庭啊？如果主持人拜托你说他想要一个情妇，你也帮他撮合吗？啊，这一定的啊，这是我们的制作人的职责之一啊。所以那个制作，要不然你以为我怎么样讨大哥欢心？没有，重点是那个大哥就是两个字喽。 两个字、三个字都有，三个字吧，就什么歌这样子，就是大概。哎，所以就是无止境的把妹妹送进主持人办公室的，就是你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也认为这是做善事，帮大哥主持也要做，有时候帮那个小弟艺人也要做啊。我们演艺圈有名的那个学名二老，谁？白云跟陈为民啊。OK， 他们是学名二老。对啊，有时候我们也是要帮他们做媒啊。他们有时候当一场引路下来啊，那文明哥嘛，月亮仙子。 走过来说，哎，那个小八不错。月亮仙子是说他长得像那个月亮，他是怎样？他是月亮仙子。我以为想了，我在想了一下子，我以为他要认识月亮仙子。他说他叫月亮仙子，他们每次都安逸，他就鬼鬼祟祟的。哎，玉玲，来，我们是不是兄弟？我说是啊。那个小八长得不错，嗯，你们他电话，真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走，有，你看，然后对，然后大概不出2个钟头吧。 他就会打电话去约小八。是，嗯，沈制作今天是借了棒棒糖的衣服来穿吗？我觉得他做人越来越丑了。2片 T 恤，然后露。那个是 U 吗？那是 U 吗？那我上面各大节目，我这种康熙的服装我会特别用心，因为我知道小 A 子很注意我。对呀，你要不要称赞一下今天的？你那个亮片不会是 DIY 粘上去的吧？没有，那个林国基帮我粘的。好，欢迎各位来宾，请坐。 看到今天的来宾说他们帮演艺圈的人做过媒，我觉得宝妈当然是可能的，因为你的声望跟地位可以做这件事。但是我会很怕，是我刚才还在跟汉典说，我说其实像宝妈那一代哈，我们当媒人必须要有很多好的条件，就是要有儿有女，是婚姻要圆满。真的吗？要有儿有女，这才有说服力，对不对？如果万一你介绍一个给男家，然后男家说，哎，那个媒婆她是怎样，只有女儿没有儿子。 婚姻又离婚，然后他会觉得心里面有点，就是说，万一他介绍来这个，好像有惹到我的搭档怎么办？是在讽刺我只有2个女儿吗？我有三个，你3个女儿，然后一个儿子吗？我没有儿子，你没有儿子。你这什么语气？我没有儿子又离婚，这也叫考验。 因为你知道吗？其实真的那时候的媒婆本来就是。所以你不可以做媒啊！你在传统的人心目中不符合。但是以宝妈的个性，其实真的我会很鸡婆。我有时候在看啊，比如说在看谁和谁，我通常会觉得说啊，这个哈没有三两下一定再见。哎，那沈制作也单身，你也会想帮他做媒？我跟你讲，原则上你问玉林哥，我每次只要跟他录影，我都在旁边一直练他。想帮他做媒吗？因为他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他就在旁边。第一，我觉得真的吗？是吗？他有女友啦，就是他助理啊。对啊，真的还假的？我不知道。这些话都在玉林哥面前讲。真的啊，然后而且这边没有出路了，你不要再走了。这边危险了，那边是死角，小心啊，小心！那边有蟒蛇。哎，沈玉琳今天穿是情人装哎，那个妹妹裤腰有贴黑亮片。有情侣装。情侣装。所以你就是为了他甩掉佩珍？没有，千万不是甩掉，千万不要。所以你是到今天才知道他有这个女朋友。我刚刚还在跟玉林哥讲说，哎，玉林哥，你的审美观很差，那你干嘛不跟人家直接承认呢？没有了，无所谓了，因为宝妈针对我跟前女友的这方面的辅导是 OK 的，她的道理我都听得进去。那所谓的现任女友那个没关系，现任女友因为她也了解说我们过去的感情的状况，所以宝妈你那一番话其实她听在耳里面也都是 OK 的。哦，不过高佩珍后来有来要求我们帮她介绍媒人。介绍人哎，真的做他的媒人。哎，你手上好像有很多线可以介绍，对不对？很多线，你看我劳保吗？好像单身的医生很多，是不是？医生很多啊，因为人口这么大，很多医生啊。然后医生好像是婚配界很受欢迎的对象吧？对，就是绩优股的。不过小珍今天要讲的她做媒这件事，我跟 S 都觉得。问起来不知道妥不妥当，我觉得是有蹊跷。你们来分析一下。我在想说这个故事呢，他今天讲出来是为了要证明自己很大方，还是女方拜托他说讲这个故事让大家觉得他们两个没有闹翻？对，哦，就你们听听看这个故事，它背后背负什么？因为大家其实做媒的经验都有一些可以讲的，可是小珍既然愿意讲她帮杨巧宁做媒的事，因为事实是这样啊。你们听，是不是有蹊跷？你听讲没有？因为我介绍给他的那个学弟是。我介绍了两个人给他，一个是我们荣总的我老公的学弟，然后他也是在整形外科，但是他还没有出来自己开业。对，他长得很帅哦，他长得，哎，怎么这样比喻？感觉他又不帅，他长得很像那个张克凡。是啦，大家都是这样讲，又不帅，通通都讲张克凡。我忘记他的名字哎。张美瑜的哥哥叫什么？张若昀，就长得帅啊，张若昀帅啊，就长得跟他一模一样啊。那天婚礼也有去啊，大家都说哇，他们俩长得很像，我就想要介绍给他，又很年轻啊。OK。然后后来就去种种，那就去唱歌，就被拍到了，就有不谁跟谁被拍到？就我老公去荣总的尾牙，然后大家去唱歌，然后也有杨，然后就想要认识他，就把杨巧玲叫我去这样，对。然后最后报道出来是变成你老公跟杨巧玲去唱歌，然后第二次是我们介绍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也是从国外回来，然后他是现在在做电子的，然后后来我们也介绍给他。然后就被拍到说过夜，然后周刊上面那个我们那个朋友还被卡一半嘛，就在那个周刊的旁边被卡到一半这样。所以其实到他家过夜是你老公跟那个要介绍给杨巧玲的人，还有一个我们诊所的小姐。但那你有去吗？我没有啊，因为后来你知道事件发生，后来就是那件事情，就是说他去他家过夜，事件发生后来那几天，我的朋友都还一直传简讯给杨巧玲，一直要追他，要约他出来。但是有时候做媒做到后来变成自己耶，真的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比如说我带秀琴说，哎，我介绍个男朋友给你认识，所以你最后会跟沈玉琳在一起去？我们俩一起去，对不对？你说康永这样子，然后哎，康永，你干嘛一直冷笑？是不是？沈玉琳哥，那句话很好玩，很好玩，不是他自己讲都做没做到自己去啊？真的，经常有的事情。对不起，我这句话是在呼应，你在呼应杨巧玲的故事吗？所以说介绍老半天，然后他喜欢的人还是……因为我觉得小珍真的是一个非常男孩子个性的，他真的没有想这么多。大啦啦，那他很奇怪，那你对他那么好，他为什么还要去惹你老公干嘛？我哎呀，这不是有时候也是继续问，我也想听。那有时候是真心话。需要爆米花。给你哥，我爸爸的节目交给你了。我很怄啊！哎，你那个失恋，然后我一直帮你介绍条件这么好的男朋友，对，你感激都来不及了，你怎么去惹我老公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对，我也觉得很奇怪啊。我也为你打抱不平，真的。对啊，我今天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是不会访问，是来宾不愿意被访问。对呀，我们要审阅那段问话作语，让观众一看，他一点不鸟我了。真的，好好笑，来宾尊重了主持人。所以小珍刚才讲这故事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其实任何人跟他求救，他都会尽力。 帮对方找伴侣就是会一定会的啊！大家如果真的跟你讲说，哎，帮我介绍男朋友，一定会的。可是有的人是试了一两次就觉得说，哎，老是不成，知道这个人好麻烦，他就不再处理这个人了，也有。也有，但是就有碰过一次，就是介绍，然后他们本来感情就很好，但是后来两边都是我们很好的朋友，然后分手之后完蛋了，就是什么场合嘛约他就不能约他，就搞得很尴尬。可是通常你在帮那个人介绍的时候，你大概可以看出那个女生会怎么样对付男生，你难道都没有看出有些端倪？我们后半段节目交给小八，谢谢。就是在介绍他给你的医生朋友认识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他就是很会，就是比较对付男生比较厉害？哎，你的内衣跟你的话一样空哎。很难哦，很难哈，好难哦，你们好聪明哦。小八其实。 处理过一个案子，觉得他眼光非常高，所以难以介绍成功，就是阿 Ken。阿 Ken 对，阿 Ken 很难处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的好姐妹有8个，然后这8个各式各样都有。那你叫小八，其他叫小一、小七，是吧？就是这样。然后反正我们就8个女生，然后各种气质的女生都有。可是都是正妹吗？有大概有3、4个正妹。OK， 3、4个，一半的几率。OK。然后我想说，那我就带，因为我都会带我那个卡片在身上，我姐妹们的卡片，然后我就给她挑，因为她就是叫我帮她挑。真的挑姐妹。 出门还戴项链，你是舌头吗？你不是，因为我的朋友都单身，我都不知道原因。这个照片本，但是我们又没办法出去跟人家就是喝酒。你是说你一到一个综艺节目，你就会进主持人办公室，然后就把那张摊开？对，会带是因为蒙过那些大哥，常会说小八，你赶快介绍你的朋友啊，给我认识啊。蒙过大哥不都结婚了吗？有单身的啊，像孔哥啊，什么白云哥啊，对啊。 虫哥啊什么的，他们就会帮我叫我介绍，然后我都说，然后他们想要看我朋友的长相，那我就只好带照片嘛。你为什么不帮陈汉典介绍人？我从来没给我看过，奇怪，从来没看过。哇，你干嘛讽刺没人的鼻孔？你现在是骄傲的，是骄傲的，是啊，呼吸一点新鲜空气。你也知道陈汉典私底下有多么的无趣，对，就是很难聊。我自己想跟他聊都不知道要聊什么了。我觉得我姐妹会疯掉。OK， 那我觉得至少阿 Ken、纳豆、孔哥、白云哥他们都是好笑的。哦，对他们都比较有趣。哎，不要录了，他刚才不要录，录这样我就要录，这样好像很开心的要录，我就要录了。所以刚才宝妈说做媒人的人，他们并不需要情报很准确，就你做媒是常常搞不清楚对方是不是已经有男朋友女朋友了。对，你也在那边做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所以你是瞎做嘛？我不是瞎做，其实真的不是，是因为没有，因为他们不会刻意告诉我说，宝妈我有男朋友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他们两个让我觉得他们两个有心想要暧昧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踏出那一步。我就想说，哎，既然这样子，这个桥梁。对，我想说，哎，不如我来讲。他的是汪建民跟柯以柔，怎么搭的啊？我一直都认为他们两个都单身嘛。对。 因为以柔也是，每次跟我们出来，她就一个人。对对。那我怎么知道她有个男朋友在美国呢？是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宝妈我们也都不知道哎。现在讲出来了，现在没有。而且在美国之前是跟我刚刚讲的那个李建豪他学弟在一起。哦。可以有容许你们讲这些吗？你说跟那个长得像张若昀的医生在一起。我跟你讲，好朋友是长辈真的很倒霉，因为长辈完全没有任何秘密。他就我跟你讲那小 S 哦，她老公怎样。 可是汪建民不是有之前跟纪文慧传绯闻吗？好，那我就讲到另外一段，就是说我先讲他跟柯以柔这一段。你有成功的把他们组合在一起过吗？我们有试过，因为每一次只要出去吃饭，建民如果要先走，他会跟以柔说：“以柔，你帮我送妈妈回家。”那他一定是他在他的眼里是他可以。 把我交代给他，然后让他开车送我回家的一个人，因为这么多人在现场。可是柯以柔有想要送你回家吗？有，他心里想要跟建民哥走，心里一定想说哎呦虽小，你吵架。然后呢，有一天呢，我跟他跟纪文慧3个人同样在这个棚录影，然后录完影之后呢，建民就说。 我带你去喝咖啡，跟我说妈妈，我带你去喝咖啡。我说哦好，我就跟着他去。但是那一天呢，就我跟他上计程车哦，但是我们去到坐喝咖啡那个地方，10分钟之后，纪文慧来了。 他自己搞定了没有？然后后来母亲节，他们就这一群人就帮我过母亲节。那我的印象当中是建明应该叫以柔，我还没有想到纪文慧这个，但是我去到的现场是有纪文慧，没有柯以柔，你知道吗？哦。过2、3天我碰到柯以柔，我说柯以柔为什么没有来跟妈妈过母亲节这样子？建明哥没有叫我，我说啊。 然后突然间就有个人在旁边讲说：“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那天有纪文慧，所以你坏习惯都不晓得哎，所以就是说现在汪建民跟纪文慧是确定在一起，所以大家在康熙摄影棚外面讲话都这么直接啊，我讲出来没有？其实我还写什么小本子干什么？我们直接拿录音机去那边录就好了。他们都是单身，其实我都觉得非。” 没有压力，我后来呢，就是我就觉得我一直不问，我就觉得心里好难过。是，然后文慧就送我回家，我说更劲爆了，文慧又要送你回家，快点！为什么每个人都要送你回家？你不会自己回家吗？那一天是没有啦，大家到底要利用你什么？文慧一起住在新店，然后他们一起就。 景文开车跟文慧一起送我回家，然后我跟景文就在车上逼宫纪文慧，就说你到底有没有跟我们建民在一起这样子？文慧说没有，他说建民把他当成哥们。我后来发现，哎，纪文慧你确定吗？我那天我就约了柯以柔、纪文慧 ，Oh my god， 马国贤做这种，对啊，哎，他真的像妈妈哎，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三方对峙啊，然后呢，马国贤、阿布。 反正那一天全部都毒舌，妈妈真的在学毒舌的，对。然后呢，你看岳阿布，那郭鑫不就在家里哭吗？你都不为郭鑫想一想，多少人呢？然后都那么听话哦。其实我觉得到后来，干嘛做节目啊？去拍现场。然后我们就沈玉琳意外爆料，汪建民恋情曝光了。他真的跟谁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谁？ 在一起，你说现在吗？现在清楚是吗？这几个月不知道了，就知道2、3个月前都还是。可是万一汪建民没有想要公开，你这样子就是对啊，你这样子很。可是我一直很奇怪，怎么不公开？而且为什么要让你公开？宝妈，那我跟你讲好不好？为什么要跟纪文慧跟那个柯以柔都没有关系？他真正跟谁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谁？我讲出来你们不要吓一跳，也许你们有人知道了。谁？他跟曾婉华在一起。谁？你们仔细去回想，过去的种种，你就会知道，去印证我讲的这句话是真的。你说现在吗？现在进行式吗？这几个月不知道了，可是至少2、3个月前都还是。可是万一汪建民没有想要公开，你这样不就是对啊？ 你这样子很……可是我一直很奇怪，为什么不公开？他们又管人家？不是啊，他们为什么不公开？我有确定啊，而且为什么要让你公开？沈制作，你的线索是什么？你有证据吗？对啊，因为曾婉华有的一个朋友是我们以前公司的工作人员，是。那他曾经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过，那我们工作人员跑来跟我讲，我说他说有一件机密的事情。 好，我说机密事情让你讲啊，说玉哥你要答应我，我跟你讲没关系，但是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讲。你现在不影响我，沈玉琳你真的是不要脸到极致了，你真的头脑在不仅是做人，你好歹也应该假装你忘记了他曾经交代过你说没有，因为我不想让宝妈再白忙一场，因为我刚听了觉得心酸。你到死前你会很畅快，因为你没有秘密啊。你别说会你知道藏在那个秘密。 他不会，他就是你知道死就死了。因为我很敬重宝妈，我刚听了宝妈一下子在瞧纪文慧，一下子在瞧柯以柔，我很心酸的。我觉得宝妈这样的年纪的，不要再白忙一场了，因为他们两个都不是。我跟你讲，建民一定会打给制作人，然后跟他讲说，我一定要来录一集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澄清一下。真的，真的，他一定会。撮合一队人的时候，要先告知他们我们今天的场子是撮合吗？千万不要讲，好尴尬。但我每一次都会。你会讲，你会通知一方还是双方都讲？一方起码要讲。 会叫双方都讲，可是就叫双方都装不知道，为什么？就是知道很尴尬。对啊，可是你通知一方的话，另外一方没有通知，万一他那天很邋遢出现怎么办？不对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就碰过一次，就是我们就是佩珍，我一开始帮佩珍介绍的时候，其实不是介绍做做，我们是要介绍一个在香港他们是水果的中盘商，那男的之帅，真的帅到，然后什么类型？ 像谁？蒋文生，你不要又是张克凡。孙中山剃掉胡子之后，什么这么帅？很帅，设计的胡子不是翁佳明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翁佳明是翁佳明是不是？不是，那我有跟佩珍讲。 然后我们没有跟那个男生讲 ，OK。结果呢，大家就唱歌唱一唱，然后佩珍就来，然后那男生就姗姗来迟。那佩珍有精心打扮，有，我那时候骚货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然后他就姗姗来迟，就一开门大家就很兴奋，因为看到他走进来嘛，他说哎，那好久不见。然后他说哎，我正要介绍佩珍的时候，他后面就走了一个女生进来，哦，他惜伴参加，对，等于是你没有调查清楚，是不是？对啦，对啊，然后后来就对佩珍很不好意思，后来那一对男女后来还。 结婚了这样，本来因为人家本来就交往嘛，所以等于佩珍那天扑了个空哦，扑了个空，然后这时候在坐在旁边的坐坐正在发呆的坐坐，就忽然间就 focus 就转向对对，就趁虚而入向佩珍，然后就趁转移，这样也很好啊，对啊，所以佩珍就是撞到谁就是谁的，你说撞到路人也就。 听起来这故事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个他真的介绍那个配对，真的是成功的例子。他们两个也算是，就是因为我们约唱歌那一次，让他们两个自己认识，然后后来他们就自己这样逃来暗皮。哎，那你这样就是成功帮佩珍找到老公了。对啊，而且很幸福，大功。而且我那时候听到他们要结婚的时候，我吓一跳哎。你也吓一跳，我真的。所以他们是暗中在约会，没跟你讲，是不是？ 然后后来我们都背着你啊，对啊，后来我们再次出来的时候，他们两个早就已经在一起多久了？不是，在一起很久了，好快。对啊，我觉得第一次是一个最佳的一个，真的吗？最危险的，黑黑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说第一次介绍最好去 KTV 吗？对，因为就算不成功也不尴尬，也不会尴尬。可是万一女生唱歌很难听呢，就不想要被那个。就女生其实如果有对到眼的，她根本就不会唱歌，就是一直喝酒、聊天、吃东西哦，不然就是真的就会。而且佩珍超那个。 老王他那天就穿了一件白色的，就牛仔裤，然后正面看起来就是白色这样，然后长袖的，然后就前面就包得很紧。然后我说佩珍，你今天穿这样？他说哦，对啊，我挂个包包，后面全部大露背，头还皱，哎呦，他是有多想把自己嫁给神经超重。但最早其实我们是要把佩珍撮合给宪哥的。啊，那个很，你是很久没上节目，想说要把，就是。 任何被汪建民喜欢的女生都得负责送你回家哦，太衰了吧？会吗？因为他认为铁头哥永远都是要送宝妈回去，他都会一定。你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，他就希望你回家呀，就是你不要再出来当电灯泡，给我回家。但是重点是他可能会这样子做，他表示在那个女孩子可能会讲说，哎，建民哥把宝妈交给我，表示建民哥对我认定信赖了，是这样吗？ 哎，秀琴手上也很多线呢。我不懂哎，球员。我跟你讲，他真的。所以大家都是靠球员界的媒人，先生的人脉在那边挖人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是球员界，然后你是医生界这种。就其实就是大家去唱歌的时候，就是会有一些固定的班底。所以你在运动圈是以。 做没文明吗？对啊，因为其实我周遭的，所以你出去跟朋友吃饭也会丢出那个棒球员的卡片。没有 ，no， 然后还更奇怪，他不是棒球员，他是介绍篮球员，也不一定是棒，也不一定是篮球员啊，好不好笑？他的朋友都是篮球，就运动界的你都 OK， 对，运动界的就是体育界的都 OK 这样。OK， 对，所以我可以跟你讲说，我想要比如说羽球界的谁谁谁，你就帮我。羽球界可能我就是会先去那个 Nike 问一下，羽球界对啊，想要开个悟。 你有成功的就有啦，但是几个女艺人当中就是，所以是专门女明星配男球员这样配是不是？就其实就有几个，所以成功的是真的交往还是有结婚的？就正在交往，正在进行。哎，阿令的是你介绍的吗？阿令哦，不是哎，他整个就是怎么讲，就中间跑出个程咬金，我们其实要帮他介绍的是别人这样子，因为阿令的老公也是棒球员，对，就是这让我真的很讶异，因为棒球跟我也是很直接的关系，对，那我们想说，对，就棒球确实没有跟你申请批准的情况下，想说，哎，怎么会自己就跑出来一个这样？那其实我们那时候是要介绍一个年轻的球员这样，所以你有禁止他出赛3年吗？禁赛3年。 安排的是 KTV 局还是饭局？就饭局，然后大家那个饭局其实就是大家聚会，然后不会有外人的那一种。所以饭局是要喝醉效果比较好吗？就是也是会对，一定要喝这样子对。然后后来之后呢，他们就私底下有联络啊，或者是对，然后常常会他就是其实他找我，他其实我只是障眼法，他其实就是要我约阿令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常常就是3个人或4个人这样。那就成功了。可是后来阿令嫁给别人呢？对，然后最扯的是我们还一起带他去看球赛哦什么的。看完的时候，阿令就说：“哎，我待会哈，我看完球赛，我们就要去订婚这样。”我说：“哈，我整个想我说谁看个屁啊！说那个对象就是在球场把你们当休闲生活，真的对，真的热爱球赛。我整个吓死，我说谁？他有在这个球场上吗？怎么就是这个对象？他说不是这样。然后后来隔天报纸就斗大的就是写出那个真的她的老公的名字，我整个是你也是白忙一场。对，然后我整个吓死，我不知道怎么跟阿令的气吗？说你干嘛有男朋友还不讲？对啊，对，那个球员马上打电话给我说，秀云姐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 阿令要订婚呢，然后我妻子知道，我说哦，我也不知道哎，怎么会这样？然后没多久就说，他想说订婚就算了，订婚起码还可以暧昧之类的。哎，这个你比我尴尬多。对，真的好尴尬。他想要订婚就算了，可是没多久又什么传说到怀孕生小孩，他整个就哇，所以今天根本等于说他在跟他暧昧跟开球赛的同时，可能已经有 baby 了。这样我懂，可能就是怀孕的时候，有的时候饿，就要出来吃点东西。 Vicky 做媒对象，现场来宾猜不透啦。Vicky， 你先生其实很有帮别人做过媒，有成功过，而且是女艺人。谁？我今天是不想走玉林哥路线，我为了保护你。现在在耍我们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公司的，你们不要逼我，名字跟你不一样。 这样我懂，可能就是怀孕的时候，有的时候饿，就要出来吃点东西。哎，所以你是说球员可以跟你 order 明星是不是？哎呦，不是，其实我有时候，比如说去谁的，比如说一些男艺人或者是一些球员的生日，那我可能就是可能今天是跟嘉轩啊或者思佳一起去逛街吃饭，然后我就邀他们一起去这样，也不是说。 一定就是会开一个什么名单之类的。女明星比较喜欢球员还是医生啊？如果结，我觉得都喜欢。我觉得球员比较适合我。连医生话都说错，把你说错。结婚了还要找医生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玉林跟我们俩坐在一起。聊一下。然后思佳我也帮他凑合过一次啊，思佳。思佳整个就太男人了，也是在 KTV， 讲话又太直，而且那一次也是建明哥在。 那次是建明哥、思佳跟王建民，怎么那么多局啊？对啊，建明哥我也介绍过几个给他过，他也是球员吗？不是，而且你介绍球员搞到就成功了，因为他也爱打球。球员不用啊，他自己就很熟了。是，所以王思佳你有安排过？而且那一阵子。 这样对吗？建明哥真棒，对，我觉得这一集根本建明哥的特质。反正他真的，因为彩华姐讲了，彩华姐就把我拉到旁边，因为我们一直在错，就是要介绍我一个妇产科朋友的弟弟给他认识，给思佳认识，因为思佳也是在讲说她都没有男朋友，叫我妈介绍。对，然后彩华姐吵就有了，你吵就有啊，你真的很哇。然后彩华姐就没人很不识相，就把我拉到旁边就说，哎。 你怎么这样？建明哥现在在追思佳，哎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好劲爆哦！没有，他说彩华这也是乱来了，真的。他说建明哥很喜欢思佳，你不要乱介绍，而且思佳不能留下来，因为那一次是思佳跟那个看对眼的，然后他想要留下来，但是建明哥跟彩华姐要走了。 然后就不放心让他一个人留下来，这样。所以你说的是王建民爱王思佳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应该也没有爱，就可能在追欣赏，后悔了。欣赏而已，没有关系啦。对，就欣赏而已。我觉得王建民才刚刚松一口气，想说今天已经没有他的事。他看完这集，他应该会气死的。他正想说没我的事要去尿尿了，要去尿尿。尿还一边飘一边冲来，怎么又有我？ 建明是出来玩，像我们这样有时候去唱歌或者什么，建明是很多女孩子比较放心的一个男生，真的。就是你不管是你酒喝多了或者怎么样，他是因为他不喝酒，对他不喝酒，他是非常清醒。不管你们玩多疯，他还是非常清醒的。他永远都是那种，他永远记得把他的包包压在最上面，真的夸张。所以那是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洁癖呀。哦，他不要他的包包被压在下面什么的，整个。Vicky， 你先生。屈中恒有帮别人做过美？有蛮多的。其实为什么他为什么喜欢做美？就是他周遭的朋友。 可是我们都是觉得是说有一点把握才想要去。有成功的吗？有成功过，而且是女艺人。谁？但是呢，不方便说，因为我今天是不想走玉林哥路线。嗯。我为了保护你。现在在耍我们对啊。你说那个女艺人。你介绍成功了，那可以讲啊。没有，后来还是分手啊。结婚哦，又分啊。 我们一直以为他们会结婚，因为已经在一起1年多2年了，肯定会想要，肯定会。那个男生不是艺人，不是，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圈外人，然后长得也不错，也是留加拿大的，然后气质什么都很好，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女生是艺人，对，这个气质跟那个不是，其实跟小 S 跟秀琴都有一点关系啊。我的本领啊，马奎啊。 不是，佩慈啊，不是你朋友啦，是你们公司的啊。我从口我刘真啊，刘真啊，不是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刘真啊，不是，是啊，你继续讲，继续啦，刘真，你们不要逼我，名字跟秀琴一样，秀琴啊。 名字跟秀琴一样，跟直接说出秀琴有什么差别？所以自己秀琴的男朋友就是你的剧，就是锦绣二球创的秀琴哦。哎，我们这集够了吧？差不多了，对 ，OK 了吧？哎，秀，你帮秀琴介绍一个圈外的企业家，不是也不算企业家，只是说很多连锁的东西他的职位是某个餐厅的高级职员，你也知道高级主管，而且连伟忠哥都本来都很看好。对，结果呢？在一起多久？1年多快2年吧。 那算成功哎，成功了。有撕破脸吗？还是说就是没有就和平分手？就是可能秀琴觉得她还想在事业上面多冲刺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还好我那天为什么我那天呢？真的突然变这么低调，还好他讲出来。我那天打电话，交往那么久还要在事业上冲刺。少来，你是觉得说有什么好冲刺？为什么不嫁人？我是。 宝妈，你不觉得他们两个超合？非常，连外表都很登对。我后面还有故事。就是连外表都很登对。小八真的对她姐妹套很差劲，因为她甚至连纳豆她都介绍了。哦哟，好没品。纳豆没有，纳豆还需要介绍吗？就是你是把你姐妹套推入火坑。是因为我那个姐妹她真的太久没有交男朋友了，然后纳豆也不对，但是她又是我朋友之中唯一会喜欢胖子。照片中是谁？ 粉红色那个，其实我那时候要介绍，所以现在是要把照片也登出来吗？就这7个都是给我，就是这7小陪吗？是为了携带方便，所以拍这合照。合照没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还少2个，是你旁边那一个哎。所以你介绍哪一个给纳豆？纳豆喜欢的有2个，就是我现在站在2个，胃口也太大。他在照片里可以选2个，这2个。 那都喜欢这2个，然后一个就比较白，一个就比较黑。所以每一个男艺人可以选2个吗？没有啊，就是看他们想要谁的。所以你有那个打勾勾的单子，对不对？那时候订单团购有打勾的。红茶店那个订单。没有，纳豆那时候是真的很喜欢他。结果然后我就觉得哇，因为其实纳豆私底下，因为他也是嚷嚷着跟我说他要交女朋友。放心把人介绍给纳豆。所以我那时候还在观察期，我才刚认识纳豆的时候。OK。就是最前面那2个。哦。所以后来他们2个有跟纳豆。 本人碰面吗？都有，然后就是他都喜欢。后来中间的白的那个嫁人了，嗯，白的那个长得白的那个不喜欢他，然后黑的那个是唯一会喜欢胖子的。OK， 然后我就想说，那这个希望很大，胖子还要过来。结果就是后来他们会自己约出去啊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那进展很好。对，然后其实我也在观察纳豆他这个人 O 不 OK？ 是，就后来认识纳豆就比较熟了之后，我就有跟契儿讲说那。 你就还是先别玩吧。OK 一点的，不是我那朋友真的很奇怪，他真的只喜欢胖子。那白云也可以玩啊，白云也可以玩啊，张克凡也可以玩啊，荣翔也可以玩啊，就是那都是比较年轻一点的。OK， 那选张克凡还好一点。对，然后后来就没成就对。后来又有一次我跟我那几个姐妹去吃火锅的时候，然后那个。小那个纳豆就是追了1年没有追到，然后结果后来纳豆喝醉了，我们遇到在那个火锅店遇到，然后他就是一直看到，因为那女生叫企鹅，然后他就一直好，我们吃火锅我旁边是小钟哥，然后他就坐在小钟哥旁边，然后我们中间有个帘子，然后纳豆就一直打开门，打开，然后遇到嘛就打招呼什么的，然后我们就知道他喝醉了，然后他就是还在我们吃火锅当中，他就是打开帘子说，企鹅是我的，企鹅是我的，就是这样。小钟哥就很尴尬这样看着他，我知道。然后后来就他怕小钟抢企鹅，对，然后后来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人，你听说重点了，前段故事他不小心透露出来，你知不知道？他跟你讲小钟的事，对，小珍你知不知道？所以小八跟宝妈是情敌。哎，可是我也好喜欢小钟哦，对小钟太喜欢，你闭嘴，你真的是没有啦，没有啦。然后，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没有的有点虚哦，他这个没有有点虚哦。 你有听到？所以当时小钟听了纳豆说企鹅是他的企鹅，对，他就小钟就点头说好啦，企鹅是你的，然后就说小八是我。真的要换呢？赵哥做媒故事被 Vicky 说砸啦。对，我们听完赵哥这个，好，听完赵哥之后，我有一个朋友还不错，他很瘦哦，他有点像那种就是奥利维那种身材比较瘦高型的。那他们有开一家日本料理，大家马上帮我定位。我录完也刚好赵哥也回来，那我就问说赵哥怎么样嘛？赵哥怎么样？他说再看看。其实赵哥也是喜欢他们，就喜欢他们身材好。 所以对，而且你们这些长青组的好可怕哦！没有，重点是那天火锅到底是谁付钱？有对啊，他付钱。那是他的罪。照小钟的规矩是他买单的话就是。一定就是一定的，他那么小气。所以小钟跟我出去吃饭从来都不付钱。你看，宝妈输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宝妈心都寒了。他愿意付钱的时候，就表示真的在做。对。 恭喜哦，小八，恭喜小八！哎，那你们不想关心纳豆有没有追到？不想，不想。这个故事已经，很完整了。这一集真的太好。沈玉琳说，她撮合主持人的时候，她有帮季芹挡掉别人，然后把王仁甫弄过来。哎，那你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啊！真的吗？没有啊，你是刚好在鞠躬吧？你应该没有这么先见之明。没有，因为。 这个讲出来也不是秘密，因为已经事过境迁了啦。大家知道以前小八的现任男友小钟是跟季美在一起的时候，那小八你听了也不要生气，因为他跟季美那段已经是几百年前的故事了啦。然后他们两个因为都爱吃，所以他们因吃而……请问你现在是要移民吗？不是，离开台湾最近。我明天8点的飞机去西雅。所以我今天讲完没有回事了。 对啊，他冲了。那我们到现在，我们看到小钟都觉得有点愧疚，是因为当时我们都跟季美，你跟他不会长久的啦。你想看，你是巨星，好啊，他是乔洋，会有巨星乔洋，这个笑话太扯了，我在什么年代？不知道下片多久的电影。 然后季美，你想想看，你只会越来越。7年级生观众说，怎么去乔洋？要上网去查。然后为了一个烂笑话。然后我们就跟季美讲说，你呢，你只会越来越红，而小钟呢，他只会越来越衰，知道吗？那你们两个永远不可能结合的嘛。关你屁事！你干嘛拆散人家？一般这样啦，因为我们跟自己合作的主持人呢，通常也会在这个领域部分帮他出点意见。后来呢？后来，季美有听进去了。 然后过了没多久呢，那时候王仁甫就退伍了。OK， 好，所以他的经纪人呢就来拜访我们啊，就说是不是让他主持？那碰巧我们也缺一个男主持人，所以就让王仁甫进来了，不得了了。那两个人呢，一个你以为你是盛竹如啊？你讲的哎，我还有赵哥的还没讲哎，快讲完了啦，你们都不用讲，没时间。快讲。 好，然后我们就看得出来说，我们看得出来，那王仁甫是很喜欢季美美，所以我们就刻意在游戏当中呢就开始安排了。这两个人结婚是你安排的，是的。你所以你真的是很有种哎，就人家自己好好交往，你也鞠躬说是你。所以为什么他们婚礼的时候，他们一定那个热情邀约我一定要参加，因为他们记得这一段，他们的人生当中午夜梦回的时候，他们想起说，今天他们之所以。 赵哥，这个好，听完赵哥再做 ending。就是那一天，我就去录有台王牌嘛，然后我一进去，其实我就会跟大家聊。是做赵哥。对，那我说，那我有一个朋友还不错，然后可是他有一点点，就是30几岁，可以吗？赵哥说没关系啊 ，OK 的。然后那来看看，我说他有，竟然被讲成是他有一点点，我还以为他有一点什么，才30几岁怎么样？是伤害，真的很过分。反正。 然后我就先讲好，而且我跟他讲说他很瘦哦，他有点像那种就是奥利维那种身材比较瘦高型的。然后赵哥说没关系没关系，然后我就说好，那他们有开一家日本料理店，有网站，你要不要先看一下照片？赵哥说好，看一下看一下。可是他一直上不去，然后赵哥整个人就急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说怎么会这样？拿我的拿我的，就直接拿他的电脑网卡来，然后直接上线，然后就直接连线到。对，我不知道他在急什么，就整个很焦急这样。 然后看越南情缘那一条，我自己，现在好不容易，因为我自己也吓一跳，因为我只是随口说而已。那其实这个人我本来要介绍给小梁哥的，因为小梁哥喜欢大奶，后来我就放弃了。然后后来赵哥就整个很，我真受不了，这觉得全部人肉市场啊！你们把感情当成什么？ 给小梁哥的，因为小梁哥喜欢大奶，后来我就放弃了。然后后来赵哥就整个很，我真受不了，这觉得全部人肉市场啊！你们把感情当成什么？然后后来接的一群人，不是因为我觉得介绍要你给我明确的目标，我才能帮你介绍。一线之间。然后赵哥就，我们就赶快上他的那个相簿，然后赵就出现一张很多人全部员工的合照，然后赵哥就说：“你的朋友不会是这一个吧？”我说。 对，赵哥，你一眼就看出他了，你们真是有缘分啊！他说他餐厅在哪？我说在大安路。他说马上帮我定位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赵哥是我那一集完之后，赵哥空一集，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空档去吃。对，那顶多是1个多小时、2个小时吧。赵哥就很急的叫我帮他定位，结果，然后我就赶快定位啊。然后他一个人，他又害羞，他又找志贤哥陪他一起去。然后重点是呢，他去之前他还先领了酬劳。 他那一集还没录，他就先领预支酬劳，对，为了去消费，对，然后因为是日本料理，又是赵哥爱吃的日本料理，结果赵哥一去我就很紧张啊，我就打给那个志贤哥，我说志贤哥现在状况怎么样？什么？志贤哥就说没有，赵哥就坐在那都没有讲话，然后我也打给我朋友，我朋友就说我不太敢跟他讲话，因为他脸很臭哎，然后我不知道是东西不好吃还是怎么样哎。 然后赵哥整个就很酷，然后又时间又快来不及，然后他自己经纪人又怕他喝酒，又一直打电话去催他。后来我录完影，刚好赵哥也回来，那我就一直问说赵哥怎么样嘛？赵哥怎么样？他说再看看啦。后来我一定是去了现场，他觉得不对啊。对，后来我就觉得是说，其实赵哥之前哥自己也讲，其实赵哥也是喜欢胸部大，就喜欢他没有小号。 Vicky， 你不可能那么久，就只是为了讲这个结论是吧？对啊，就是其实我受不了了。